我是小慧，我是一名大胃王选手，很期待参加这次的火力全开大胃王，所以为了这次的比赛，我做了很多的练习。特训内容比照火力全开的赛制，挑战之前参赛选手的记录。这个过程并不轻松，但我尽了全力去达成目标。之前参加一口面大赛的时候，看到许多人给我加油，为我鼓励，我觉得更加坚定我的意志，达成终极目标。火力全开大胃王，从去年的十月就开始特训第一集，到现在终于要去比了，这次心情真的是特别不一样，因为可以见识到许多厉害的大胃王。很紧张哈？我觉得一点点的紧张是很好的，但也是知道自己的实力跟他们在哪里的时候，因为是同样的食物、同样的地点跟同样的天气。我小的时候就在看火力全开大胃王，我就梦想着可以如果我跟他们一直在汤面上面吃的话，会是怎么样的感觉？你觉得我们的特训有没有用？我觉得非常的有用，跟每一样食物的特性一定要先尝试过，你才知道说要如何配速，因为每样食物它的那个扎实度跟顺下去食道的那个速度都是不一样的，吃法都不一样，吃法真的都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某几场的比赛的重量某些比较多，某些比较少，就是因为吃法的不同跟食物的难易度。对观众而言也是觉得陪你一起成长。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大家说的话？对大家每一集都给我满满的鼓励，也让我的心灵更加的坚定，我这次要好好拼了，好爱听。你这次有带什么幸运物吗？有，就是上次一口荞麦面也有出现的珍珠珠，我就把它幻想成台湾宝盒加油的大家。爸爸妈妈有没有对你有什么话要说？就是妈妈跟我说小心的吃，爸爸反而是对我期待比较高，他跟我说打趴他。你可以的，你相信自己。鳗鱼便当，我就觉得很好吃，想吃人家现场做的，一定更不一样。现在要去登机的路上了，还要搭星宇航空。为什么会选搭星宇航空呢？等一下再跟大家说。好，我会加油。好 ，Thank you， 降温啦。谢谢，谢谢。Go go。体验一下，谢谢，跳大底哦，谢谢。好高级的。我们已经在飞机上面了，可惜。然后这是我们乘搭比较高级一点的航空，星宇航空。知道说它很高级吗？因为一走进来的时候，它整个氛围很不一样，而且它的平板有特别的大台。你好，还有こんにちは、ハロー、アニアセヨ。这个是啊，不知道，很好，我们回到我们自己习惯的语言，开始。电影，你看一下竞选节目好了。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只要乘坐星宇航空的人都可以点开大胃王吃透透，里面就有小慧就爱吃耶。它很特别的是啊，
如果你有蓝牙耳机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平板的蓝牙系统连接你的耳机。然后最特别的啊，是有 WiFi， 这个窗户非常的神奇，它是触控的，你往这边用，它就慢慢变暗。好高级、好科技的航空。其实上网有做一下功课，星宇航空最有名的就是它的那个梧桐烧肉餐，但由于我明天要进行就是专心的比赛，所以我等一下会吃生菜沙拉给大家看。可是跟我一起来的哥哥姐姐们呢，他们就是吃梧桐烧肉餐，等一下再拍给各位看，开箱一下。已经进去饭店里面缺印了，可是肚子真的太饿了，所以就现在走在横滨的街头上觅食。这个路上的街道都很有欧式的建筑的风味，感觉人都不在日本。那我们就找到一间很平价的一间意大利面馆，价格也非常的友善，很适合我这个大胃王来吃。折合台币的话，差不多是两三百块，看起来超美味的。我们赶快进去吧。餐点都已经上桌了，只是因为在餐厅里面，所以就想小声的讲话。然后因为明天要比赛嘛，所以还是不能让肚子空空的，所以就小点了三样主食，分别是披萨、汉堡排跟意大利面。然后
这个披萨比较特别的、啊，我点了双拼口味，红色这边是生火腿，然后这边是四种起司的披萨，看起来超美味的。然后这是起司汉堡排，我有加点面包，这个超豪华的螃蟹意大利面。那我们就先从披萨开始吃。然后披萨的话，它有附赠蜂蜜跟辣椒油，我猜蜂蜜应该是要加起司的。它的面皮感觉是比较有面包，它不是薄脆型，是那种起司的面包。生火腿披萨，上面就是加了一些青菜，就是刚刚撒了一点点辣椒油。这个辣椒油完全不会辣，它反而是跟那个青菜融合在一起，看起来是汉堡的感觉。哇，这些好嫩！它里面的调味也没有说过多的调味，就单纯撒黑胡椒在里面。我觉得完全是它的那个外面这个汉堡排的酱汁去提升了汉堡排的味道。好，接下来是这个重口蟹，这一盘上面就有一个很完整的螃蟹腿。它的面条是有点不用硬的，比起旁边这两道，这道显得比较清淡，像它看起来最味道最足。我看到蟹肉了，好甜哦！你有螃蟹味吗？有。它里面有明太子，看起来很像，可是不是。我很开心，我第一次比国际拳开就是比世界赛，然后有包括跟外国的选手啊，觉得可以这样夺冠，像很排在前面的，但我们是如何去吃东西？你会怕明天要比赛的食材是你没有特训过的食材吗？老实说会，因为我不知道没有特训过的食材它好不好入口，或者是说什么时候适合配，或者它一般它下去我的胃里面的速度到底多少？那是不是应该做一些什么准备啊？就是我们等下是不是要去买一些饮料啊？来日本一定要喝姜汁汽水，一直推荐姜汁汽水。满意度100%，肚子还是要有点东西。比赛前尽量都不要空肚子，要不然肚子的容量就会变小。制作单位他们有说饮料也可以自备，我觉得可尔必斯对我来说是很棒的一个饮料，可以提升我的食欲，所以我们现在要来买可尔必斯了。我要一次买5罐。醉啦！到了，开心！等一下就上去饭店休息，好好的准备明天的比赛。